人家，你是哪个部落的？部落，我一直四处流浪，没有家。竟然是流浪部落！我好饿，饿的想把这头獠牙快吃掉。海爷，你去把腌制的鸡腿全部拿出来。好嘞。鸡腿的诱惑无人能挡啊。嘿，就你知道还就嚼劲。对了，老人家，你还有其他亲人吗？对了，我有100多个族人，把他们全部叫来吃卤鸡腿。100多，咱们部落会被吃穷的。海爷，快去把门关上。